好，欢迎翻嚟个 channel 啊，倾啊，咁今日咧同大家听呢首歌咧，就叫做《抱抱舞美熊》啊，就系陈卓妍 Ian 唱嘅，咁佢系 Chill Club 嘅一个 live 嚟嘅，咁啊记得开始之前咧，记住咧就订阅呢个频道啦，揿个 like 俾我啦，咁啊系支持我继续做呢个 channel 营运落去嘅一个好大动力啊吓，唔该晒各位。咁啊，另外一样嘢咧，咁啊，抱抱舞美熊咧，咁啊，一定系有 MV 版噶啦。咁我先睇咗 live 版，因为都系嗰句，我系好中意睇歌手们喺 live 嘅表演啦，佢哋唱歌嘅技巧啦，佢哋嘅表情啦、舞蹈特征啦，同埋同观众嘅一个互动嘅时候做嘅一啲嘅动作啦，咁我系好中意睇呢啲嘅，所以我一定系睇 live 先噶啦。咁另外呢，就MV 我会唔会睇啊？我会睇嘅，但系可能系之后，咁亦都想了解下 MV 之中里面创作者们、团队们，佢哋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呢？都会有兴趣想听多啲、睇多啲嘅。咁好啦，我哋即刻开始啦。咁啱灰色，嘈吵不可及，怕孤单，这份要世态之间，多喧哗都只想与你可以爬爬树干，漫谈走遍叶，与你慢慢吃到尾，如此已是完美。温吞的不急于找一种结尾，为你费心机。成日都觉得 Ian 一样嘢咧，就系佢把声嗰个辨识度系好高嘅，即系歌手系好紧要呢样嘢。即系有几位歌手，我系到依一刻我都系咁讲噶啦，姜涛辨识度极高嘅，Anson Low 都系辨识度好高嘅 ，Ian。阿 Jo 佢哋都系辨识度好高嘅，即系你唔会话听到某啲歌手唱咧，佢系唱功好叻，但系你系唔听唔到系佢唱，咁呢样嘢有问题。同埋成日觉得阿 Ian 咧，佢只眼好似好女仔，你觉唔觉啊？好女仔眼，所以佢几靓嘅其实。好好听喎、啊！空猛与欲看，别论搏斗，钢爪跟铁甲我也没有。律动跑，声音小，这么不似野兽，却也算极有耐性，最不想退守。缓慢暴力，攀爬从未自卑，汗与归于日浪，仍然天机，祈求浪漫也没迹。停一停 ，sorry， 佢下句我知道啊，正啊，但系佢每一次咧，即系唱佢自己嘅歌嚟，系咪？咁但系佢咧系今次佢系喺 live 里面表演咧。首先呢首歌系非常之好听嘅，系好耐听嘅歌嚟嘅，即系你会有会有少少洗脑嘅感觉，我觉得，即系成首歌嗰个 feeling 系
情歌啦，但系同时间有一啲嘅跳脱位咧，阿 Ian 系好适合唱呢种歌嘅吓，我唔知道你觉唔觉，但系佢今次系好好轻盈地描写到成首歌嗰个精髓喺度，我系好enjoy 咯，即系今次。有天感到你抱抱极暖，小心驱待这晚有限一点，迟到就当爱经过沉淀，追息锁处处烽烟，同在于你莫变，这家太卷，只想你跟我藏身这个树林，每天拥抱拥半天，随地投诉。听完啦，咁唔知大家觉得点啦？哇，我见到佢最尾嗰下转身咧，真系觉得好好预计唔到嘅。即系我平时佢喺企喺度唱嘅，就好少会咁样跳法嘅。咁呢首歌好好听，真系好好听，都系我 top 嘅歌嚟嘅。即系我觉得有少少意见啦，咁就基本上所有歌手都系噶啦。咁其实唱功嗰方面系可以练噶嘛。咁技巧可以练嘅，咁有啲嘢练唔到咧，就系佢嘅个人品啊，人品。咁我当然我仲未真系好知依人系咩人，即系因为我真系冇乜留意嗰啲访问啊嗰啲嘢，但我净系听歌咧，就系感受到佢一个好乖乖仔，系好乖乖仔，同埋佢好似之前我讲啦，依人系我估唔到佢系咁十项全能嘅，即系我知，但系冇即系知，即系冇。冇了解到原来是劲到咁嘅吓，咁我呢个系欣赏，亦都系都几羡慕。咁首先多谢大家即系叫我听呢首歌啦，咁非常好嘅。咁歌手同有一个即系 common 嘅一个问题就系、技术可以练，唱功可以练。咁你唔好成日有啲人话啊，而家啲人唱歌同埋即系后一辈。做一輩好耐之前嘅歌手，即係可能四大天王啊、張學友嗰啲去比較，我覺得你咁樣係好唔公平。即係因為呢啲嘢係可以練嘅，係隨住時間experience 啊、人生嘅體驗啊，好多嘢加加埋埋，而會承受到一個完全唔同一個新嘅人出嚟嘅，係好可能會咁樣。所以大家要俾多啲時間 Mirror 嘅所有成員，我覺得嚇，尤其是。即系即系我唔系成日几讲嗰几位咧，都会继续去努力噶嘛，唔会即系一下子就会砰一声就突然间好劲咁噶嘛，明唔明啊？系咯，咁下一首歌我再睇啦，可能再睇一睇《泡泡沫未红》嘅 MV， 同埋讲下佢嘅背景系点样啊，再了解一下。好，咁唔知你对咗呢首歌？阿伊人唱得点啦？咁啊，欢迎下面留言话俾我听。咁如果你有新歌、新片、新访问，亦都喺下面话俾我听，俾条 link 我。咁我有机会会做 reaction 嘅。咁记得走之前咧，揿个订阅同埋 like 呢段片啦。我系阿 King， 我哋下段片见，拜拜。